雷雨锋面发威，在中台湾上空倒下雨水。20号锋面会先横扫中部，估计一天就会灌破200毫米。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130毫米以上，可能还会直逼350毫米以上的致灾性大豪雨。6月初一连3天豪大雨，重创中南部产地。梅雨季当前，千万别小看这不亚于台风的可怕梅灾。梅雨对我们的农业灾害是很严重的。所以当时我就选择1975年6月10号到15号的最后一道影响台湾的梅雨封面，应该做一年应该可以完成了。没有想到那一年做完以后，当然解决了很多的科学的疑惑，但是找到更多科学问题啊。就以那个 case 来讲，我前后做了20年，我自己也觉得说，哎，我怎么能这么坚持？每当时序进入梅雨季节，也是台湾人梦魇的开始。突如其来的豪雨仿佛空投弹，无情地轰炸台湾。然而一项科学计划改变了我们任由梅雨肆虐的宿命。炎夏的午后，中央气象局的气象预报中心气氛比室外还热烈，因为一位老朋友的到来。Hello，Hello， 喂，那今天上班了？没有。老师好，老师好，好，有没有什么天气？今天有2个 topic， 一个 topic 是现在的天气的一些 review。大家口中的陈老师是台大前副校长、大气系终身特聘教授陈泰然，更是国际知名的气象专家，而梅雨是他交手一辈子的对手。对，6月10号就开始了。对，基本上就是前戏堂。短暂寒暄过后，所有人迅速找到自己的座位，开始一堂关于天气的思辨。2号到4号，那一场天数比较短，可是强度非常高，降雨效率非常强，瞬间强度很多都可以达到100毫米以上。这次讨论的案例是民国106年6月2号的一道梅雨封面，如瀑布一般的倾泻雨量，从北往南移动，在全台各地都造成严重灾情。而低估降雨量的气象局，也不意外的导致民众预报不准的批评。这个梅雨封面强对流在台湾附近的 station 的船，就是自由情况的掌握点，没有。原先并没有掌握得很好。看着大荧幕上不断变化的雷达回波图，陈泰然陷入了沉思当中。30多年前，也是同样的梅雨季节，一道旺盛西南气流与滞留锋面结合，为西北部平原地区带来倾盆大雨，造成严重灾情，共有8死，数十人伤，1000多间民宅受损。也就是今日所说的528桃竹苗水灾，也让政府以及气象界惊觉到，仅仅是连续降雨竟能造成如此严重伤害，而我们却完全不知道它为何发生。原来我们对于导致豪大雨的大气的原因只知道一部分，但是对中池过程导致豪大雨基本上是没有能力掌握的，因为中池度就是范围比较小的，我们在传统上我们设计的测站密度是不够的，观测是不够，即使当时的卫星有同步卫星，每3小时才有一次观测，那发生的事情可以在每个3小时之间发生，你也看不到。那孙院长是要求中央气象局要想办法，像这样的豪雨事件今后是不是能够有一点预警的能力，即使在发生之前2-3个小时能够提出意见。陈泰然向国科会，也就是现在的科技部，提出一项实验构想，他想要彻底把时而是朋友时而成猪队友的梅雨好好摸个透彻。一项空前的跨部会跨国际大型研究计划，台湾区中尺度实验计划 TEMEX 就此展开。
所谓中尺度，是指水平范围介于2公里到2000公里，生命期从几小时到几天的天气系统。TEMEX 的目标则是希望透过基础观测与应用研究，增进我们对剧烈区域性豪雨的了解，进而改进预报能力，以及减少豪雨可能带来的损失。理想与决心很远大，仍掩盖不了现实的不足。陈泰然很清楚，要让 TEMEX 成功，靠台湾自己是做不到的。我就带了我的这个规划小组成员啊，走访日本跟美国。我们到日本，他们也很欢迎，但是当时日本不太敢参加，他们怕中国大陆抗议，所以他们后来有暗中参加。那美国就比较开放，去了以后到第三站第三个单位去的时候，是我们的重点，就是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NCAR。 陈泰然向 NCAR 的科学家做简报，获得许多正面的回响，但握有决定权的部门负责人却狠狠泼了一盆冷水。他说 ：“George Chen， 你凭什么做这样的实验？你们既没有人，又没有钱，又没有设备，你虽然有这么多理想，你怎么做？”讲完话以后就结束了。这番话让规划小组成员全都傻眼，认为 NCAR 这条路是没有希望了。但陈泰然却有不同看法。我说你错了啦，如果他哦，他都不讲话。一生你就没有希望，他都还批评你嘛，批评你表示还关心，那我们就是这样啊，他讲一点也没有错嘛，我们也没有设备，也没有人力，也经费也不足，他人家也没有讲错啊。陈泰然不轻言放弃，再次找对方沟通，不但得到正面回应，还意外受邀参与 NCAR 的实验，让他亲眼见识到国外成熟的实验方式。但很重要呢，我在那边待两个礼拜，我跟他们这些参与实验的一些科学家都是国际顶级的啊，就很熟了嘛。后来这整批人就被我们邀请来了。直到1986年底，一年多的时间，陈泰然成功说服美国15所大学、55位教授、4个联邦政府研究单位、1000余位科学家的加入。国内更是破天荒的得到学术机构与政府相关单位的跨界合作。我记得在 TEMEX 的时候，事实上有很多困难，有非常多困难，说包括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才刚刚经济才刚刚起飞，为什么要投资这么多钱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事实上，这说服的功夫并不是那么的容易。那其实是陈老师是很会说服的，功不可没的。所以他到各单位去谈，都很诚心的去谈。TEMEX 前后10年影响深远，不但提升我国气象学术研究的国际地位，更为台湾跻身先进气象科技领域开创新纪元。直到今日，我们仍在享受这一切的果实。可以说，没有陈泰然，就没有 TEMEX 的成功。因为这个时间就要之前的话。其实台湾的气象在国际上是没有能见度的，没有能见度，这就让国际气象界知道台湾还有个 TEMEX。对 ，TEMEX 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你上网去打，连那个反正哪个地方都会有，就是这个。所以你可以说 TEMEX 基本上把台湾放在国际的气象地图上。所以后来美方当然就是说这个实验计划的成功哦。只有中华民国办得到，我们连空域都可以清空，真的是他们非常非常感佩，说哇，政府怎么配合这么好？真的，这个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因为第一个，你说把所有的研究跟作业结合在一起，海陆空，真不容易啊。TEMEX 是台湾与美国首次携手的气象实验。事后也证明是一次成功的合作计划，许多人却不知道，规划初期发生了一件仿佛谍报战般惊心动魄的意外插曲，差一点让数年的努力一系崩盘。就在1986年的年底某一天，大概11月份某一天早上哦 ，AIT 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他说很抱歉，他要告诉我一个坏消息。
国务院呢不准 P3 飞机 P3 飞机到台湾来参加实验计划。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国务院告诉他，因为台湾国安计划其中有一条规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财产不能在台湾运作。我说他们怎么会这样想，他说因为中国大陆有反对啊。哦，我说这样哦，那怎么办，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所以我想这事情严重了。P3 飞机是隶属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的气象观测机，相较于固定的地面观测站与垂直释放的探空气球， P3 最大优点是凌空观测，直捣黄龙飞进云内，再透过机上雷达回传中尺度对流系统和封面系统的内部结构，可弥补传统资料的不足。若少了 P3， 观测数据精确性将会大打折扣。这就不难想象，陈泰然会认为事态很严重。陈泰然透过当时国科会副主委刘兆玄向主委陈履安报告这个情况，以及 P3 在实验中的不可或缺性，提议分别从官方途径、两岸民间单位，甚至在当时不能搬上台面的管道三个可能方案着手。尽了一切努力，剩下只能等待最后宣判。过了一个月呢，这三个方案呢大概就 有用了。过到一个月，那个同一个官员打电话给我说，恭喜你陈教授，我们国务院同意飞机来台湾飞了。 P3 飞机能顺利出界是 10MAX 可以继续下去的重要关键，因为有了 P3， 美国的科学家们也愿意来了。基本上的美国科学家的反应就是说，如果能够吸引先进的观测系统能够带到台湾去，我们有兴趣。如果呢，你是光是放那三个，因为每三个小时做探空，我们没有兴趣。嗯，然后呢，等到说我弄成了，去把那个飞机呢带进来了，然后呢，这个杜布勒列的要来了，每个人说哦，他跑了，我有兴趣，每个人都跑了，我怎么可以说可以把我排进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三个管道同时进行，一个月之后，结果出来了，哪一条最有效，没有人知道，可能三条都在动，这样有没有答案？有。我后面保留那个不好讲。究竟是台面上还是台面下的方法奏效，陈泰然说他也不知道，但从扬起的嘴角看得出来，这在当时真的是一件大事，他自己更是深陷其中。所以这里面我认为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西南气流里面，看过陈泰然的人都对他满头的白发印象深刻，加上近190的高大身材，在人群中有极高的辨识度，许多人却不知道，正是因为 P3 飞机当年差点卡关，内外交迫的压力让他一夜白了头。太大的压力，那个压力就是那个时候白，飞机也不能来，什么不能来，很多很大压力。他会讲给我听，我们就是说顺其自然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他就很认真做，而且都很困难他也都过去。我对他很有信心的做事情，所以我没有烦恼很多，我会鼓励他。陈泰然与妻子张秀娥两人结离50多年，已是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朋友。陈泰然做任何事都全心投入，曾为了拼直升高中整整一个月不睡觉，导致后来长达8年的失眠，直到出国留学才恢复正常。在 10MAX 期间承受的庞大压力，这一切一切张秀娥也都经历了，尽管心疼，仍陪伴在旁全力支持，是陈泰然最强有力的后盾。他知道做科学家的另一半并不容易，还必须习惯忍受孤独。晚上一定去学校。我说今天你下雨不要去，下雨下狗屎也要去。他就是这样认真，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一个印象，孙老师都是到6点的就骑脚踏车回家去吃完饭，晚上再回来工作到10点才回去。第二天早上又来上课啊什么的。
做我们的老婆其实都要心里有准备，常常看不到老公，然后我们的出国的频率也不低，所以经常都要去开国际研讨会吧，是。补偿就让我去旅行喽，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喽，因为他没有空陪我啊。我先生也觉得他给我时间太少，所以朋友叫我出国去玩，他都非常高兴。所以我真的这样讲，是会被人家笑说我要讲我先生的坏话，真的想不出来。我们结婚51年。跟这边讲好一点。虽然陈泰然不曾说出一句抱歉，但科学家的浪漫会在你不经意的地方出现。陈泰然偶尔会在 paper 上补一句谢谢太太的宽宏，也会找个凉风徐徐的夜晚，挽着太太的手漫步台大校园，这些都成了生活的常态。无所不谈的，实际上哦，同一个话题，同一个主题，其实古时候讲到现在还在讲。当年发生的事情之外，其实很多回忆了。我们大部分都很会聊天的，在家里也会聊，出来也会聊。我们真的是人生这样走过来，走讲前面的，讲未来的，都谈。陈泰然与天气的结缘要从小时候说起。由于家中务农，他深刻体会天灾的痛。小时候在农村台风啊，洪水啊，你可以看到长辈们他脸部的表情啊，那农作物呢一下就不见了。国小在考初中，我考这个彰化中学嘛，那时候作文题目就是台风过后，就开始跟这个大自然有一些感情。他们说过后在乡下很有经验啊，所以作文写来也很顺畅嘛。另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是1963年的葛勒里台风。由于当时的台湾省气象所预测台风没有威胁，要民众安心睡觉，却没想到一觉醒来，天地风云变色。那高三那一年，1952年。台湾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气象事件，就是葛勒里台风。当时中央气象局认为说中纬度的潮线可能可以让台风转向，后来呢那个中纬度的潮线并没有那么强，所以台风呢就直接过来了，变成典型的西北台。9月初典型的西北台不得了，葛勒里台风呢给台湾北部地区带来的那种洪水淹水的冲击太大了，苗栗以北几乎都淹在水里。强烈台风葛勒里于9月10号夹着狂风暴雨掠过台湾。葛勒里横扫北部，造成189人死亡，138人失踪，房屋全岛半岛近30000间，被列为台湾近代史上10大台风之一。气象所长郑子正甚至因此被移送法办。台风怎么会这么难报？而且呢，台风预报失准还要吃官司，所以对我来讲，哇，台湾台风居然会这么严重的损失，而且预报可以完全没有办法掌握，所以让我觉得说，如果有机会，我应该要来念气象。所以我气象为什么志愿也填很前面？那这种可能也是一种上天的安排吧，就让我恰好就掉到气象。也许真的是上天的安排。陈泰然进入台大地理系气象组，手长脚长的他大一就成为田径场上的风云人物。不过当时因为身体也是有一些问题，晚上睡不着觉啊。那又是巧台大有个校运会，学校是要我们参加，我们就参加。我结果呢一参加以后，就把台大十项纪录给破了。我们那个排球队的队长叫林国雄，他看到我弹力这么好，硬拉我去打排球。那我大一也被延揽成台大篮球校队，所以我大三就当选大学明星队了。跟当年许多人一样，陈泰然计划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攻读学位。然而跟别人又很不一样的是，
他打算拿到博士学位后就要回台湾贡献所学，这也是与一位挚友的约定。我们还到 Zion National Park 嘛？对，沿路 Zion 那个，对对啊 ，Zion 嘛，对啊，沿路有个，对啊，哇，那个整路沙漠热的要死，有时候开一两个小时没有看到一部车嘛，对对，有没有？台大大气系馆正门口一整排绿树如荫，这些是四十多年前陈泰然与蔡清燕带着一群学生们合力种下的。暌违多年，两人再度并肩走在系馆前小径，无数回忆涌上心头。你记得我们当时观测场在这边吗？对对对对，我们盖好新房子，那旧房子很小啊，对，像是前面一片空白啊，对对，右前方那个地方有个美军的岗哨嘛，种树因为前面空突突嘛，讲说应该要种一些树啊，记得可能是蔡老师去跟学校总务去接触接洽，对对对，去要的这些树苗，很有感觉的。刚包括刚才，因为我很没有常常回来，包括看每个教室布局样子还是一样的，就每个房间每一草一木都有感情的。我是1974回来，陈老师1975一月回来，大概是陈老师也有参加，大概是春天种的，1975春天，所以现在已经40多年了这棵树，很有感情的。当时树是小小一棵嘛，没想到会长这么大这么高的。轻轻抚摸着成长茁壮的大树，思绪倒回更早之前。蔡清燕是比陈泰然高一届的学长，两人都是乡下来的伊娜，相似的背景加上都住在学校宿舍，自然而然交集越来越多。我们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会到戏馆去念书嘛。对对对。那那时候蔡老师功课全班第一啊。嗯。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懂问他，所以我比他高一届。高一届啊。不懂的地方请教他，那渐渐就很熟。又住在同一个宿舍，你住207，我住在202。你有时候晚上或早上起来拉小提琴，拉的还可以的，就是很多人抱怨，很多人抱怨。不过我们两个个子差很多，他188嘛，我大概163，常一起走在校园嘛，人家说是王国六国，一个高，非常醒目的。经常出双入对的两人，其实个性完全不同。陈泰然较外放，蔡清燕偏内敛，但他们都能欣赏对方的优点，汲取填补自己欠缺的部分。他是比较外向，因为他又做运动哈，这个田径啊、排球啊、篮球啊，哎，这又是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个人比较内向，那比较不会这个有什么跟人家有什么来往。跟他在一起呢，也可以接触到比较多的人。从校运哈、十项运动开始，哇，那他说他非常热心啊，也去帮忙啊，说拉拉队鼓掌啊，然后我要跑，他就帮我拿衣服啊。那随后呢，又打排球，打排球在旁边，他喜欢看啊，也在旁边加油啊。就与有荣焉，因为他是排球国手级的，因为他个子很高，跳得很高，杀球都靠他了。大学生活当然不可能只有念书打球，还有那年我们一起看的妹，哦不，是一起去的歌厅。我们经常跑到西门町去歌厅啊，对对。他特别喜欢看那个小女孩打鼓，我看你蛮喜欢的，不是我。没有啊，你每次讲哇那个女孩，那小女孩打鼓，哇你每次就一直想去看她。那时候感觉就那小女生打鼓，但悠游自在，很自在。你记得什么歌厅吗？我不知道，台北歌厅。台北歌厅，对，那就一排椅子，有每个一杯茶嘛。对对对。那小女生就很悠游自在，我很享受，很享受人生。对啊。这对友谊深厚的学长学弟，先后毕业赴美攻读博士，出国前还做了一项约定。而在当年流行“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年代，这约定在别人眼中看来跟呆子没两样。当时念完书回来，跟蔡老师觉得说要回来，就是要回来，你管他待遇多少？我回来才8800。那时候8800折合美金才200多块啊，我那博士班一个月都已经500块了。
当时约定了啦，就说我们去美国赶快练练，赶快回来，我们台湾需要我们这样的。啊，他跑到犹他哦，去职工博士四年就练完了，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要等我一起回来啊。所以后来他到哈佛大学去当博士后研究，所以每个月呢就会互相访问一次。那复航一次的话呢，就谈一谈他在做什么啦，我练这个研究生这个做论做到什么情况啊，所以这张还蛮有回忆的，嗯，当时还很年轻啊。这张应该是在差不多是1973年的，73年的时候。早半年回国的蔡清燕也终于等到了陈泰然回来，当时却发生一件事，让刚回国的陈泰然一度萌生不如归去的念头。回来当时学校的承诺，房子盖了要给我们住，历史在上面都有我们名字啊。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学校我们搞不清楚，结果后面名单就不见了。所以我说不要，我走了。他吓死了，他一天到晚跑，他比我还紧张。我走了，他大概也待不下去了。但我一直在劝他，劝他，觉得我们两个这个初衷是要回来来贡献我们这个母系嘛，哦，母校。然后呢，我们只要一个人走，我会没有力量，要两个一起回来。所以说服了一段时间，他就决定留下来。所幸事情圆满解决，王哥柳哥再度合体，两人也逐步实现了当初的理想。其实除了与蔡清燕的约定，陈泰然还有一个不得不回来的责任。去了以后啊，才发现说哇，原来大气科学这个领域哦是这么的先进。那么以前在台大地理系气象组，因为是在地理系嘛，所以我们学的东西也要兼顾到地理啊。那时候的气象还是比较传统的，而在美国研究所那时候一看，哇，大开眼界。所以那时候去了第二年，我就给政府写了一封信，建议说台大应该要成立大气科学系，才能够来面对台湾所面临的灾害问题。确立想法后，陈泰然写信给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没想到很快的得到回应。欸，我3月30写的信，他4月9号回了，多快啊！当时航空大概一个礼拜到，大概先后在一个月之内呢，教育部就来函了，台大也来函了，行政院来函了，就是要台大筹备成立这个大气科学系，后来就成立了。一手推动台大大气系的独立，也成了陈泰然一定要回来台湾的使命之一。他与蔡清燕是第一批海外归国学人，带回先进的现代气象科学，为台湾的气象教育打下优良的基础。这是关键。其实实验，只要实验能把这个 explore 就非常重要。他为什么走到那里就不走了？就是说，后来的 10X 更是让学术界人才有了实际操作的经验，将台湾气象科学领域向上提升好几个档次。近两年的筹备工作告一段落，接着进入 10X 最关键一步——密集观测。也是最困难的一环，肩负会诊及分析资料重责的气象局更是如临大敌。好，这一张是我们 10X 期间的地面天气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中看到一个封面，那这封面随着时间慢慢的下来，慢慢的加强。当时我们在我们六楼用了很多，就像白板那样，上面放了很多那个夹子，那就把这个图夹到上面去，那就地面高空站夹了整个房间满满的，卫星影图都有。然后我们的预报员就会拿下一张一张去分析，分析完以后，他就要把它做成一个叫做概念模式图，把地面高空全部画起来，集成一张图去印成投影片，然后就预报员就在那边讲解。我们那时候在做实验的时候是很辛苦，卫星影图出来，我们要分析。都要用那个透明胶板去画，去把它画出来，去追踪它的移动方向。当然有一些动画从电脑上可以看，但是那时候还没有 PC， 蛮辛苦的，就要用手去做天气图嘛，就挂了满地，整个墙壁都是挂天气图，
那每一张每一张去瞄它的位置，啊，瞄下去看哪个哪一层的在哪个地方，因为它是垂直结构的。为期两个月的实验，共完成13次密集观测以及10次飞机飞行侦测任务，搜集到许多宝贵丰富的气象资料。而这些资料在往后几年被无数中外学者引用，并延伸进行上百项研究。我一个实验计划，其实它影响不是那样而已的。随后呢，有更多国内外的研究生，就以那个资料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之后我再统计了一下哦，大概研究生拿这个 TEMEX 资料来做论文的，硕博士大概超过100位哦。他发表论文在国际的期刊，也有专刊呐、发表论文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非常多。而科学成果方面 ，TEMEX 计划让台湾气象界更加了解梅雨封面结构以及中尺度对流系统。并且应用在豪雨预报技术的改善，更进一步带动气象局的现代化。对气象局来讲，其实它衍生出来是很重要的现代化。这个计划呢，带了气象局的现代化，包含了很重要的它的 wind system。所以这几个层面，从气象局来讲，它的观测现代化、它的预报现代化、它人才培育也要做到。因此呢，整个计划就是让台湾的气象界，不管学术单位跟作业单位，跟国际接轨。因为这波17、18这波冷气团，其实在菲律宾的东方也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台风的一个状态，在这个附近，所以陈泰然培育本土人才的使命，并没有随着 TEMEX 结束而停止。为了让大气系学生学习理论也能接近实务作业，陈泰然平均每个月1-2次会带学生到气象局上课。轮到报告的预报员皮都得绷紧一点，因为陈老师提的问题可一点都不简单。冷平流几度？9度、哦、还是冷平流啊？我们要去理解一下、哦、为什么冷平流温度要上升啊？因为抛出来议题是我们预报员日常在工作的时候没有想过的议题，大部分都是这种议题比较多。像今天在课堂上提出一些超地转风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一般预报上也没有比较没有去讨论这个部分的问题，所以可能在陈老师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收获。这时候北部大概几度？现在是3到6度。3到6度嘛，好。内差一下大概是5度。5度，你们估算台北温度要降到几度？因为陈老师非常会追问题，所以对很多人来讲，那个压力的挑战也是很大，所以他来不只是给学生教学生怎么样，而且还常常在考我们试，所以我们有一些离开学校很久的那些被考试的时候，也会觉得啊，又想不起来，很懊恼这样子。啊，应该你是底下冷空气还在冷平流，如果你看底下更沉一层，在冷平流温度还是在下降。到850内有下沉，所以还是冷平流温度在上升。所以冬天预报的时候，这个要考虑进来。每一次呢，听到陈老师要来气象局这边上课，其实预报员都很期待。你可以看到，蛋黄区是坐着老师，可是蛋白区呢，可能是学生，可蛋壳区一大堆预报员在那边期待听陈老师跟学生的对话。所以呢，在预报实务上呢，对气象局的帮助也很大。所以这个课是特别设计的。希望预报员能够参与，不要让预报员毕业以后就卡死在原来的知识。那我就最担心他们变成了工程师。我希望他们还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就是不断的发掘问题、解决问题嘛。陈泰然与学生的关系，从来不是在学生离开校园后就画下句点。无论是在校成绩、出国情况、后续的发展，陈泰然都持续关心。研究室的书柜里一叠叠的旧资料，他记忆力惊人，信手拈来都能说出一大串故事。许英绍现在在师大当教授的，陈淑华在美国当教授的，郑宝汉在美国工作，庄永达现在84，关华86。庄永达有修我大气传送过程，水中心也有。他修的，他大三修的大气传送还不错，85分，
这个念大学的时候很厉害啊、哦，做寒草报告，学几分之一？92分，很高的。李先生在这里 CSU 第一个，这些特别推荐的，李先生特别要推荐是 CSU 的，所有的学生的推荐信大概都会在了，我都全部自己写，全部自己写，都全部自己写。要帮他把他的优点，还有学校的长处，尽量去连结啊。啊，大学的成绩，没错，来看到，这学生成绩也都还保留啊。老师，李瑞麟，来来来，什么时候回来的？上个礼拜六。到哪里去了？去东京大学开会。哦，东京大学开会，来来。目前人在美国喷射推进实验室担任工程师的李瑞麟，是陈泰然口中印象最深的学生。他只要有机会回国，一定会登门拜访。谈到恩师，除了感激还是感激。你全班考第一名嘞，你考94分，其他人都没有考上90分的。结果其中有一些简答题，5分，我给你2分。你就是说你应该要得更高。讲。哇，后来我没有感觉说你突然生气起来啊，脸红脖子粗啊，你还把考卷捏一捏啊，这样丢到地上踩一踩，门砰跑出去了，记得这件事吗？有记得很清楚。大概过了10分钟吧，我听到有人在敲门，我说请进，你还记得吗？你进来的时候还流着眼泪，很不好意思。你说老师可不可以原谅我？我说有一点，如果我不原谅你，地上的考卷我就丢到垃圾桶。因为我在想说，这下子完蛋了，说不定老师会把我骂得臭头什么的。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然后我就开始反省这样。对对对，老师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卡，所以从老师开始，才有后续的贵人。他对学生绝对尽心尽力。三更半夜打电话，我说：“你跟他讲了，三更半夜没事的，李瑞麟啊，哦，对嘛，他白天嘛出问题，发什么事情，4点钟也打来，四点是我们这边4点呢，他在纽约呢，他也敢打来。那我跟我老公说：，你嘛跟你学生讲，他差不多在套诈呢。伊讲啊，人有代志，唔在找你，无代志，人哪会怕？”陈泰然与张秀萼仅相差1岁的两人，高中时期就认识了，可说是一见钟情。我们这很人间就认识，但是他是我的头一个男朋友，我是他头一个女朋友。高中就认得了、啊、太年轻所以不能讲，还被人家笑，我们都不敢讲我们那么年轻认识。陈泰然大3时两人结婚，毕业后，张秀萼随着陈泰然出国，因缘际会开启餐馆，经营得有声有色，取得博士学位。陈泰然想回国任教，两人被迫分隔两地。基本上我们两个分开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很相爱，这样分开，哇，一个礼拜就很痛苦了呢，不要说几个月呢，分开是很痛苦。我就送他机场，我们还蛮远的，到机场。很高兴的，机长，机长，好了，等一下我一个人要回家，整路都看不在外面。那个时候都没有行动电话，我知道我们两个人都非常痛苦。他离开我，他一定也是在飞机上流眼泪。那我是开车流眼泪，根本出外面都看不到。那你我不能讲，我如果讲说我开车回来，我整路在哭。他叫我明天就回来，他不需要钱，他不要钱的人，他也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觉得台大他会住得很舒服，他会做得很高兴。如果我跟他讲，哦，你跑掉我很痛苦，他叫我马上回来，我真的是很痛苦，我不敢讲，但是我知道他也很痛苦，不过他男的，他也不敢讲。直到3年后。张秀萼结束美国餐馆返台，夫妻终于又团聚。两人从相识、结婚到现在，
五十多个年头过去，感情依旧如胶似漆。平常闲来没事，会翻翻相本，笑谈往事。陈泰然记忆力惊人，张秀二也乐于节省脑容量。我1969年去了美国嘛，那1969念完念硕士，1969、1970就念完了。72年我进了博士班了嘛，所以这时候已经是博士生了。那时候他在餐馆工作，那看餐馆工作发现说，哎，这个餐馆其实很好赚钱，所以他工作一年就出来自己开了。那我们周末的时候就会到附近去走走啊，那是在Washington Park，因为当时这个花很漂亮啊，所以我们觉得哎应该照下来。后来发现这张非常值得留怀念的。我真的最不会记时空日期，那是我最笨的。可是有老师帮忙记，全部他记，一定都有故事才会有日期。两个人总是有聊不完的话，有时还会像年轻人一样聊到天亮。特别是在周末哦，周末的晚上，第二天如果不上班的话，可能我们会无意中也不知道聊什么，就聊聊聊进去以后就衍生出来，衍生出来就一直聊过去的事情，一再的讲最近的事情，串联这样，我们可以一直聊聊聊呢。哎，你等我一下，上个洗手间，你不要睡着。等一下我说，哎，你不要睡着，我就这样可以聊到天亮。我们两个人默契是不讲也知道，即使他想错我都知道。嗯，我在想，他还没有开口，我说你一定想错，你怎么才对？哦，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在想，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最主要可以骄傲的是，从认识到现在，我们始终没变。他也始终很疼老婆，我是很幸福的人，真的。五十周年结婚，我们很 happy life 啦，一直年轻到现在都很快乐。在张秀二眼中，陈泰然数十年如一日，温柔、责任、爱心丝毫不减。人家太太们的聚会，讲着讲着就成了批判老公大会，他说不出口，成了当中的异类。喝茶的时候要讲先的话，就他没有讲了。我说不好意思了，我就忘记我先生缺点在哪里，想要拿出来，因为他们都讲缺点啊，什么什么。我说可能我记性比较差呢，我都记不起来我老公有像你那么多缺点，嫌东嫌西什么。我老公在我心目中，我真的觉得他是 perfect， 我不敢说100分了，但是还蛮靠近的。他的亮度，对学生的爱心付出，绝对是完美的。不止张秀二看先生毫无缺点，陈泰然虽然不常挂在嘴边，在他眼中妻子同样无可挑剔。他是非常热心，非常古道心肠那种，乐于助人，很热情。那做事情也阿萨利，他讲的东西绝对不打折扣，做的判断非常清楚果断，同时有正义感，会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他做起来的事情，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反正他怎么做就怎么对啊。有妻子打点家里大小事，陈泰然毫无后顾之忧。向来厨房是只动口不动手的他，也从不担心没东西吃，唯一只有这件事令他害怕。他最怕我讲一句话，你都不学一点，以后死掉你怎么办？每次都讲那句话吓唬我。这句话他最忌讳，他听到就很讨厌。每次讲那句话吓唬我，搞啊哈。会生气吗？不会，他说我吓他。没事的，打败马哈外骨，这我真的求上帝保佑，我先走。
陈泰然刚回台湾任教的时候，全心全力投入教学与研究，除了吃饭跟睡觉，其余时间都在学校。应该我没有抱怨啊，他了解我，他也没有说对不起，他说你尽管玩，尽管去旅行，这句话就够了，管他干嘛，对不对？常常去旅行不行，那我就不会去了。这个他都不会，完全。第一，我没有小孩子费用，所以玩的很多。所以想一想，人生就是这样，你失去什么，得到什么。与张秀萼待人亲切，也从不吝啬帮助别人，他们就像发光体一样吸引人不自觉的靠近，也因为这样身旁总有许多好友相伴，夫妻俩没有时间寂寞。你们这些年轻的都是我的儿子，真的媳妇，我高兴在内心，我一辈子都感恩你们，真的感谢。作为科学家，陈泰然多次获得国科会杰出研究奖，1998年更被天下杂志遴选为400年来对台湾最有影响力的200人之一，2003年荣获国科会与交通部共同颁发的天美奖，表扬他对 TEMEX 计划的卓越贡献。作为教育家，他在2015年获得教育部资深优良教师的殊荣。谢谢。我过去在处理很多事情，尤其推动台风中心成立，也面到会非常多问题，想到就是陈老师这个积极乐观面对，这是这一个我让我大概就是印象深刻，影响我最深远的。我非常佩服陈老师，对事情都是非常的乐观，非常正面的思考。美国回来台湾之后，他就是专注在做美语的研究嘛，很专注，等于是孜孜不倦啊，哈，几十年如一日。陈泰然与美语共舞40年，始终乐此不疲。曾在出席国际会议时，有人问他怎么又是做美语，他总是笑回：“明年你看到我，我还是在做美语。”这份坚持也让他成为国际知名、数一数二的美语专家。TOMEX 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给台湾跟台湾民众珍贵的礼物。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从世俗的眼光看，陈泰然就是人生胜利组，不论事业还是家庭，他没有做不到的事。面对困难，从未想过放弃，总是积极认真的去解决。但是70多年的人生，难道真的没有后悔的事吗？这个月不敢上床睡觉，导致只有7、8年睡不着觉，这对我人生转折很大，让我悟出一个道理嘛，就是自作自受。任何做的东西要自己承受，所以自作自受就是我从那边悟出来的道理。从此以后，我比较乐观，比较正向。任何发生在我身上有任何负面冲击事件，我都会以正面看待。怎么样做都是当时哦，你觉得是最好的决定了，所以从来不会觉得说有什么懊悔、后悔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有前面那一段哦，睡不着觉。想到说自作自受，因此呢，我做什么都认真。我要运动，我要读书，我有时候也要做一点白日梦，要坐下来想啊，空想一下。我要充实我自己，哦，因此呢，知识之外，智慧的各方面我都要做，也要娱乐什么都要，所以我的时间不浪费，即使我玩，我要尽兴的玩。人生是非常多彩多姿啊，不管什么时候都有面对一些问题啊，那面对问题你才有解决问题的机会啊，
问题解决以后你会得到快乐，教学研究服务都是如此。一辈子只研究梅雨，是信仰的实践，也是对这片土地的关怀。即便已经从公职退休，陈泰然不会从大气领域缺席，他还要与梅雨继续共舞下去。